这份赠礼是我们最重视的宝物，它是那段珍贵友谊的最后纪念。他无私的义举和无畏的勇气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你跟我说过这段故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件宝物。我们一直把它保管在沃卓肯这里，这是由一整块纯银铸造成龙鳞形状的银锭。太美了，告诉我。 他一直都蕴藏着如此强大的魔力吗？没有，他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们不在的时候，这片龙鳞似乎产生了某种变化。难道是我们回归巨龙群岛，他也随之苏醒？提尔身上满是谜团，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调查清楚的事情。凡人，你是我们龙族最可靠的盟友，因此我们将这件事情以及这片龙鳞托付给你。 现在来看看，提尔堡的巨龙控制台会不会对龙鳞产生反应，把它放在这里。为了捍卫秩序，万神殿派遣我们击退的虚无势力。这股魔法。 巨龙群岛苏醒了，务必要小心。提尔堡的守护者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这个装置或许能暂时干扰他们。龙族要顾好艾泽拉斯的未来，欧丁。 拒绝接受艾泽拉斯必须。洛坎的罪你不能原谅，必须予以惩罚。暗夜过于强大，奥杜雅反而囚犯影响。阿扎达斯、艾隆纳雅，只剩我可以信任。 上的记录，务必保护，务必保存到。太棒了！你发现什么惊人秘密？我遵循着皮尔的脚步。 快看，在下面！我很高兴你来了，飞行顺利。凡是生命都值得拯救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 还是最后一次。找时间再说吧。真正的时间，这是我珍惜的朋友的古老记忆，希望其中有用得上的智慧。各位朋友，我即将启程离开，这段旅程会花上好一段时间。在出发之前，我有一件东西想交给你们。 我要把这片纯银打造的龙鳞交给你们。
象征我们的连结与友谊。这是个贴心的礼物，但是他的魔法遮蔽了我的视线，我无法看清楚他的本质。永恒之王，你的目光还是一样锐利，不必担心，你知道我喜欢藏一点小惊喜。这个鳞片应该还有更深层的意义，而你要把它留给我们，是因为你这趟旅程会充满危险。提尔，告诉我们你要面临什么危险，我们都很乐意陪你一同面对。很遗憾，你们不能跟我去，那些神圣的知识只能由我的守卫者同胞和我自己守护。这里才是你们的归宿，带领你们的同胞繁衍茁壮，迎接未来的宏大使命。抱歉朋友，希望还有时间和你们相处，但我非走不可。记住，这个白银龙鳞会在需要的时候展现它的价值。再见。我看见你，虽然青铜龙军团能同时体验到所有时间点，但我们有时还是会忘记停留在特定时光的感受，特别愉快。我真的很想念他。需要帮忙吗？我们的历史中仍藏有许多秘密，我能感觉出鳞片散发着魔力，提尔留给我们的东西确实很强大。Hoth Adange 虽然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，但他的精神会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好好珍惜。自从和提尔道别之后，世界已经变得很不一样，希望我们的所作所为能让他引以为傲。即使历经重重险阻，我们龙族依然成长茁壮。声音辨识完毕，已接收指令。生命守护者，你刚刚说的话好像唤醒了古老的魔法。搜寻不到守卫者提尔，开始执行白银协定。亲爱的伙伴，是提尔，他留下了什么样的智慧给我们？当你们看到这段讯息，代表发生了重大的危机，而且我已经不在你们身边提供协助。将白银龙鳞带去窝在提尔堡的熔炉，就能揭晓更多详情。谜团之中有更多谜团，哼，提尔早有准备。提尔向来是最聪明睿智的守护者。啊，英雄，我正准备查看这里是否有新的线索，你有发现什么吗？看来他的封锁协定依然完整运作。我经历过许多事情，知道这些铁片应该可以取消安全系统的锁定。重新启动熔炉了，准备执行白银协定的下个阶段。我的泰坦啊，守卫者提尔到底留给我们什么东西？
神奇了，这个躯壳就跟我们过去熟知的提尔一模一样。如今每个龙族的誓言石都已重获，我们应该可以将他们的精华导入誓言母石，恢复守护巨龙的力量。而这个象征着龙族全体团结一心的神圣法器，就存放在提尔堡。寇拉诺斯，你知道那里的状况吗？上次走进提尔堡，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。在巨龙群岛苏醒的时候，提尔堡的守护者也同时苏醒过来。当中有一些继续履行职责，但是也有一些出现了异常的行为。要是你前往提尔堡，我无法保证那边会欢迎你进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这位勇士的鼎力相助，我们一定能克服所有危险。啊，你的专长派得上用场，记得注意有趣的事物。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新东西？我很期待你带回来的消息。我们都有各自的责任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最近有学到什么吗？如果你有问题想问，我有答案。记得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。记住，探索的过程充满魔力。啊，你的专长派得上用场，记得注意有趣的事物。记得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。最近有学到什么吗？我很期待你带回来的消息。非常感谢你，
你让巨龙军团想起自身的使命是什么？誓言石复原了，我们终于能够取回守护巨龙的力量。一定得成功。什么也没发生，誓言石应该已经恢复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看来你们被泰坦抛弃了。拉萨葛斯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们只是证明自己没那个资格。巨龙之后，我们的时代来临了。释放他们，不行！身处危险，但我已经尽可能赶过来帮忙了。时间之沙看似充足，但每一粒都很珍贵。我会倾听。红龙军团会保护这个世界，生生生不息。